简直了！哇天，好甜呀！哇，甜蜜到极点，都是美女，哇，好甜啊！很好，他们比昨天唱了，对，比昨天唱好，那个节奏也比昨天好多，他也没抢拍吧？对。自己
圾，拖拉机，拖拉机。好棒啊！好棒啊！好棒、哦，太厉害了！哎呦，你能不学我吗？我的天哪！学人精。两支队伍分别再做一次自我介绍，然后分别拉下票吧。大家好，我是马玉林。如果大家觉得我们还不错的话，就请为我们撑腰吧。大家好，我是昨天有病脚，今天没病脚，永远在减肥，但是永远吃不饱的林佳慧。今天你为我们撑腰，明天我为你们撕病脚。动动痛过来，呱呱碰碰碰，哐哐哐。想在下一个舞台看到这样的江南吗？想。那就为我们撑腰吧。耶、yeah! 大家好，我是王琳娜，想必大家也知道东巴拉了。我的队友们都已经成功的转型了，而我现在还在手扶拖拉机司机。我希望我在下一个舞台可以做一个不一样的我自己，为我们团队撑腰吧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文杰，请为我们撑腰，我为你们长肉。大家好，我是李宝仪，请为我们撑腰，然后让我们感染更多的人。八叔，西北狼，东北虎，李广普，母鸡马，铁饼角，文祖祖，手扶拖拉机司机，为我撑腰行不行？哇！哇你们。到我们了，来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月角，就会离你越近的麦芽糖万方舟，谢谢。我是咬一口就可以给你满满惊喜的夹心软糖电卡，我是给你梦幻般感觉的棉花糖黄恩如，我是可以让你随时随地变好看的口红糖露露露呀乌鸦露。我是能在炎热的夏天也能让你爆炸清爽的汽水糖赵天爱。大家好，我是可以白白软软糯糯的牛奶软糖张一凡。大家好，我是可以有时甜有时酸的草莓糖妹妹张暖心。啊，妹妹，甜蜜的心充满亲情都送给你。请大家多多为我们撑腰吧，耶！撑腰吧，撑腰吧！有没有填进你们的心里？有。算不算哈尼？在。对面非常可爱，但是我们这一首歌是不一样的可爱。我们就是鬼马。而且只有你们才能够表演出这种可爱。希望各位学长学姐、场外创始人们可以。对，可以喜欢我们的这个给孩子们一些鼓励，谢谢。好，现在呢就有请学长学姐为你们所喜欢的队伍撑腰吧。倒计时30秒。Honey 好难啊，好难学啊。时间到，好，有请我们的吴特派教练做点评加投票。哇、哦，压力有点大。反正首先我觉得认可跟鼓励他们，因为第一轮就出来，然后我觉得表现都非常好，然后也很自信，然后风格非常的不一样。其实我两个舞台都挺喜欢的，只是说个人的喜好都不一样嘛，对，所以就。我就凭我的感觉去选了，不是否认你们任何一组。我支持一下我兄弟这边的哈尼的战队吧。谢谢教练，谢谢教练。但是我只是一票了，所以大家，我觉得你们千万不要气馁，而且我觉得你们也非常棒。对，加油加油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有请学姐们。拖拉机的这个组叫王丽娜。其实我有看到你在表演的时候其实有抢拍，但是你非常努力，就是你们这一群女孩中我可以看到你。对，然后呢就是第二组的 Honey 黄恩如，就我觉得你的声线还有你的舞台表现力非常符合这个主题，所以呢我也一眼看到了你。我觉得
今天 Honey 这首歌让我想起了我十二岁的时候，是我第一首唱跳中文歌，也是 Honey。所以今天真的让我就是回想到那个时候，就特别感谢你们。你们俩都是泰国的选手，你觉得内内正乃心的表现怎么样？我先跟他说一句泰语吧。萨迪哈，萨迪哈，这种见老乡的感觉。萨迪哈，见老乡。哎呀，农历给俺一本 P P 奶奶的包哈。我22岁。22岁，那是姐姐。好，姐姐啊，姐姐，你是妹妹啊？不是，我20啊。对啊，天哪，很甜，很甜美，很好看。好不好？谢谢。好，谢谢，谢谢学姐。学长们呢，有什么感想吗？张一凡老师，其实我看到了当时就是我刚刚第一次进创造营时候的样子，但是我看到张一凡刚才在面对镜头自己个人 part 出来的时候，他是很勇敢的在笑，在面对镜头，所以我觉得无论你现在的能力是怎样的，你要有这种自信去面对镜头，我觉得这样的自信是每一个同学都应该学习的，我们也应该学习的。谢谢。我看完这两组的表演完之后，第一直观感觉是很整齐，很好听，然后你的风格是很集中的，就是传达给我们的。第一个表演我觉得大家完成的特别棒，我觉得就是那种少女的很干净的甜美。谢谢谢谢谢谢学长。谢谢。那我现在收到的消息是投票都已经投完了。 OK， 所以就现在可以准备公布结果。在刚才的两支队伍当中，获胜的队伍是3 2 1。神圣的光，请你亮起。谁的手环亮了，就是获胜的队伍。这边，这个量就是赢了是吧？这一轮当中获胜的队伍是黄子韬、鹿晗这边的 Honey， 恭喜！我说没说过，从刚开始相信我不会有错。下一个舞台不管谁上 ，OK， 干！谢谢教练，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，都很厉害，都很厉害，都很厉害，加油哦！你们也很棒，我觉得在舞台上不留遗憾就可以了。